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嗱，講笑咁啊！呢節翻嚟咧，我想招呼一個局長先。咁啊，先出第一張圖啊，咁啊叫做盧寵茂。諗啊，又唔可以話佢講嘢唔係事實，但我覺得佢講呢啲説話咧嚇，咁啊即係咁啊係即係好無恥啊！咁啊，佢講啲咩咧啊？咁啊，話説咁啊喺呢個十八號咁啊，所謂醫師節喎叫咁啊，即係咁啊，盧寵茂出嚟講嘢啦。佢話香港醫生同人口嘅比例，咁啊喺全世界發達嘅經濟體當中咧，係最低嘅狀態。去到三月底，香港有16000名註冊醫生，大約啦，每1000名人口即係得2.16個醫生，咁啊比大陸、新加坡、南韓少20%至40%，比歐美國家咁啊係少超過50%。佢話啦，咁啊公營醫療系統嘅醫生咁啊佔全體不足1%，但要照顧90%嘅病人，咁啊顯示啊。公營醫療系統醫生工作繁忙，但效率非常高。至於醫管局離職率咧，已經由前年8.1%跌到依家2023-2024年度5.2% 啦。咁啊，醫護人員嘅工作得以舒緩。廢話嚟嘅。首先係你講，你講。即係嗱，俾你講下先啦。即係你點樣睇佢呢番嘅説話咧？黐線都唔係人講。你首先自己要檢討一樣嘢，點解而家人手不足？我哋聽咗。1/4世紀都有啊，最少啊。你而家個人口比例越嚟越多啊嘛。嗱，醫院都係咁多間噶啦，係多咗一間大嶼山嗰間啫嘛。大嶼山都唔係開24喎。仲有一樣嘢係，咁你本身你嘅人手同人口比例，人口係一年比一年高。咁你一人又會病嘅，你再去公營醫院嗰度睇醫生，自然會更多噶啦。係你仲有一樣嘢醫療問題，自己每一次嘅立法會。每一次個問題都係必須呢、這個必然嘅問題嚟嘅，但係有冇改善過？嗱，你話政府我都有見到個數據，有加過錢落去嘅，但你加嘅錢嘅比例永遠追唔到你嘅急速膨脹嘅人口啊！第二，你話公共醫生嘅工作效率高，你可以點樣啫？你唔高，你咪等多20個鐘咯。同埋第二。人才點解會流失啫？你喺咁嘅壓力爆煲之下，大部分醫生啊實習完之後啊，出去做私營啦，賺嘅錢又多又舒服。最單獨我開足7日都冇公共醫院咁辛苦。啱唔啱先？即係我話最慶就啊，你講到1000個人口咁啊，得2名醫護，咁你自己製造出嚟噶嘛？你係做緊官，你做局長喎，你係咪就做第一日喎？你做兩年喎，再加埋之前啲咩高永文嗰啲，依家入埋即係咁啊行政會議佢成員喎，即係你呢班係做緊乜先啊？你有份自己做錯嘅，係嘛？就好似講到唔撚關你事，嗱呢番説話可以我講，可以講少講，但你講出嚟咧，你完全係冇資格講。咁啊，第二，你放人落嚟啊，你都係會有病啊！你唔通你話俾我聽，喂放啲責任落嚟係冇病嘅咩？第二，你放機械人落嚟啊，你都要維修啦，係咪啊？仲要香港唔止係嗰啲香港人口睇醫生嘛？做得大陸嚟嘅睇醫生啊嘛，再睇公營醫院之後再走數啊嘛，你都仲未計嗰筆啊，係啊，嗰筆先即係嚟撚曬譜啊，咁啊仲有阿盧寵茂，咁點解咁多醫生學阿江少講寧願做私家，即真係喎，我開足7日，我使乜啫？我工作一定冇10個小時，唔使咁慘，唔使咁慘，喂，仲要俾你插喎、啊。你知幾受氣啊？喺急症室嗰度，你話講1/4世紀真係由講呢啲咁嘅。公立醫院人手不足，由我未出鳩毛到一出曬佢鳩毛，係講到依家，呢個問題從來唔單止冇改善過，仲不斷惡化嘅。咁我想問下你，香港政府醫管局你以前食衞局，依家變醫衞局，連名佢改咗啦。有冇改善過啊？我想請問，我記得啊，啲醫護撲心撲命嘅時候，就話不如咁啦，封關啦、啊、以我哋專業嘅角度，唔封關唔得噶啦。你知我哋已經唔夠佢人手，如果到時咁多人中招，我哋醫療系統崩潰啊！咩結果佢真係啊？當時就俾成班嗰啲藍絲建制你黑醫護啊，仲話要罷工黑心，跟住高白星醫護師，我見都唔見你咁撚鳩串啊！當時包括你呢班有掌權嘅，你唔單止唔幫啲醫護去澄清討回公道。再踩多1-2腳，咁啊又話會即係秋後算帳啊呢樣佢嗰樣，然後你依家同我講公立醫院唔夠醫護，你不嬲係點樣對啲醫護咧？我想請問啊，你係點樣對嗰啲人啊？冚家鏟，你點樣趕走曬醫護？點解會移民？你話依家個流失率少咗，
點解之前幾年咁多啊？點解移民潮走咁多醫護啊？心灰意冷咯、啊，個政治嘅氣候差，咁啊個社會嘅氛圍差，邊個造成？咪你政府有份佢造成咯。我屌你，好似扮曬無辜扮曬，咁啊即係唔關你事。即係你見到呢班講者興到火線，然後最興嘅醫官各班廢柴，仲要加人工，好似高柏昇佢之後啲垃圾。喂，如果俾我炒撚咗佢啦，咩范紅人嗰啲咩換撚咗人啦，咪繼續俾呢啲人，呢啲人當日有份啊，打壓醫護啦。你今日講呢啲咁嘅説話，你係幾多無恥？你話譬如話執政室入邊啦，咁啊大家真正打政府工嘅人咧就唔係太多嘅，因為有啲都算係譬如有啲護士或者做雜工嗰啲都算係外判嘅工種嚟嘅。咁其實如果你又真係你應該撥到更多嘅資源，你首先搞掂咗人手個問題。你話醫生個問題，你話引嗱呢、這個最需要真係引入外勞啦。係有質素嘅外勞啊。因為最單度你要縮短。呢、這個急症室嗰輪候時間，咁你先至係最迫切、最迫切嗰個問題嚟嘅。但我唔係話反對佢輸入，但一定要有質素。即係你有啲，如果你有啲真係嘅質素唔夠，溝通又有問題。我係針對呢幾樣嘢啫嘛。你譬如你落嚟嘅，喂，你同個病人講，個病人都唔識聽你講嘢嘅，咁你入嚟做咩？你一定要有個監察喺度咯。喂，就算我哋去外國做醫生，我都要識英文噶嘛，係咪？即係你可以見得，我哋盧準咪依家講啲説話，即係你即係興過火事咁啊！再第一單咁啊，養狗咁啊，即係嘅人士，甚至我哋普通人都見到套嬲啊，寶蓮子咁啊，真係佛口蛇心啊！嗱呢單咁啊，又即係佢好噶啦，多啲資料，佢冇煮咗嚟食，唔知有冇只狗都未揾翻，咦係喎，係嘛？咁啊，寶蓮子就話啦，嗱已經接獲投訴，已經查問涉事嘅員工咁啊，並派人去即係揾緊只狗噶啦。咁警方就話啦，咁啊十六號下午得悉有關事件，主動聯絡咁啊相關機構，即係寶蓮子啦，去了解事件。經過調查之後咧，咁後屘大家只拉咗兩名寶蓮子嘅廚師啊，咁就涉嫌殘酷對待動物，咁已經獲准保釋候查。九月中咁即係一個月之後啊，咁先翻警署報到嘅啫嚇。咁啊好啦，咁根據啲即係綜合嘅媒體報道啦嚇，兩隻流浪狗2015年即係九年前開始。已經在廚房覓食，咁啊同啲員工 friend 曬嘅，咁啊甚至咁啊幫佢哋改名到大妹、細妹，即係好熟噶啦，日日就餵你嘅。好啦，咁點知幾時出現佢問題咧？咁甚至食環署上年都話：喂，咁啊你哋廚房咁啊有即係有狗喎，發出警告信嘅，咁黐線嘅。好啦，今年咁啊廚房嚟咗新嘅女主管，咁啊個女主管有一日就俾其中咁啊一隻狗就咬傷，於是就下令嗰啲即係下屬啊。你同我將呢兩隻狗抌咗佢，咁啊下屬初都唔想嘅，但你唔想，人哋就係即係上司施壓，咁啊搞到啊，咁啊佢哋最終要攞尼龍袋將兩隻狗綁起，咁啊然後就棄置喺呢個即係山石灣，咁啊至今咁啊都仲係下落不明，咁啊首咁啊好咁啊即係甚至依家見到無手阿 Ken 哥咁啊，之前都有上過嚟個節目嘅，咁啊 Ken 哥依家都私人啊，咁啊即係懸控10萬。希望可以有多啲大妹細妹嘅即係資訊，大家都如果你有大妹細妹嘅資訊消息啊，都可以聯絡阿 Ken 哥咁啊去無手咁啊嗰邊去聯絡阿 Ken 哥。咁啊呢單嘢點解社會上都幾大嘅討論，大家會咁嬲咧？哇！你寶蓮子然後會出現啲咁嘅事，狗都唔放過。係你自己嗰樣嘢，呢個知識不足啊，原本。擺明係咁，你有好多方法解決呢個問題噶嘛？你有熱線電話係可以打噶，你咪嗰人收走佢咯。係咯，係咯，點解你唔可以做呢樣嘢咧？即係你嗱，佢哋嘅心底咧就冇話打死佢冇嗱，我唔知啊。表面上佢而家話冇話打整死佢，揾個麻包袋笠住，然後再放生嗱，佢咁樣形容咋？個故仔係咪真係咁樣？我唔知啊。嗱，如果佢真係咁樣，就反映到一樣嘢，知識不足咯。係啊。即係前門拜神，後門即係搞鳩啲狗。係啦，咁你寶蓮子，你話我要攞走嗰兩隻狗，呢個又有問題嘅。本身嗰個管理人員嚟講，你覺得咬到你嘅，你唔係咁樣講噶嘛？你自己身在其位，你都係一個職員嚟噶嘛？寶蓮子嘅。喂，同埋即係呢位即係女主管，點解唔使俾人拉咧？佢先係主謀啊嘛，執行者啊嘛。係咯，同埋即係佢係佢落我打逼噶嘛，逼啲。即係啲夥計做啊嘛，佢有得甩㗎，因為佢自己講噶嘛，我叫攞走佢啫嘛，我冇叫佢揾麻包袋笠住。真係，即係第二啦，咁啊兩隻狗喺度咁耐啦，
咁點解佢會咬你先？嗯，唔係你搞鳩佢，我唔信咁靈性嘅，即係啲同狗仔好有佢靈性啊嘛。啱啊啱啊，會真係咬你啊嘛。如果你跟他即係佢最多廢你啫，如果去到咬的層面咧，你對佢好差噶啦。一定係你搞鳩佢咯。係啊，因為你始終就算你，譬如有啲人，我唔想行嗰度，我行親過去都廢我嘅。嗯。咁你最單獨佢唔會襲擊你噶嘛？嗯。佢都係兇你啫嘛，只狗唔會真係忽然間襲擊你㗎，你唔做咗啲咩事嘅話。嗯。所以我都覺得好匪夷所思嘅喺度。真係離譜啊！唔係真係唔好放過個女主管，教唆都要啦，係咪啊？嗯。咁啊，另外即係一單，我想講啦，咁啊，最怕就貨比貨。嗱，我記得之前啊嘛，即係香港咁啊，男士待產假咁啊要增加七日，咁啊成扎啲商界啊、建制派人都去嘈，咁結果就加到五日。咁啊，但政府又話要鼓勵佢生育。好啦，新加坡最近有招數咧，咁啊就話啦嚇，咁啊你嗰啲咁啊即係。父母共享的即係有薪的產假會增加到十個禮拜，咁啊即係表示在你 BB 出世的頭一年父母總共可申請的咁啊產假由二十個禮拜增加到三十個禮拜。嗯，人哋講係斷禮拜計嘅，三十個禮拜即係表示已經係大半年。你香港唔同，你就係多兩日啊，多兩日咋？都唔撚得，然後你仲覺得你係鼓勵緊生育，哇！俾兩萬蚊佢，佢就算。你睇新加坡呢啲招都未必佢有效啊，但都要嘗試佢做。我都話啦，乜呢啲唔係講政治嘢啦，係講大家同樣都係嘗試鼓勵生育，譬如南韓、日本啲招數一定好你好多倍，但人哋都冇咩效，人哋都冇咩效。你香港唔單止唔做一啲招數，係會即係更加多誘因，咁仲要求撚其實我兩萬蚊，我屌你兩萬蚊啲時產假。然後即係五日，即係男士，你話係咪黐撚線㗎？嗯，好撚鳩，佢離譜咯，即係，其實喺香港嚟講咧，真係你就算假使啦，由二十週去到，唔好話三十週咁樣先，二十週即係幾多個月啊？四唔好理啦，當佢乜嘢啦，都 over 咗 ，over 過香港㗎啦。係啊。你俾咁多我都冇用啦，我都唔夠生，唔夠膽生啊！嗯、你係啊，你係覺得喂咁你真係生咗出嚟，你唔使湊。第二一樣嘢，喂將來公司教我點算啊？你俾夠呢個 offer， 如果喺香港嚟講，係、嗯、都仍然唔吸引噶、嗯，即係應該係你只係人道啲咁解咋？咁人哋新加坡有祖屋嘛？係啊，你香港有冇？有都冇。你生到 B 住邊就算住公屋，嗯，四個人二百幾尺，係嘛？你多一個你都唔撚掂，唔得唔得，我咪申請加大佢單位得，唔知等幾多年咯，係、嘛？即係等得嚟嗰陣細路仔都畢咗業啦，已經。係啊，即係你見咩？呢、這個就香港嘅悲哀咯。我就係見到最近就係因為你咁啊，只熊貓跟住梁美芬啲出嚟講笑話，熊貓都要派翻兩萬蚊佢俾佢啊！我屌你，係嘛？真係唔好即係唔好噏埋嗰啲廢話，立法會議員。嗯、本來今天這節呢我都想講下，即係咁啊，史當真同埋咁啊，即係 Anson Low 神徒啦。講啦，冇時間咩？咁啊，即係呢件事你有啲咩佢睇法啊？哇！唔鬧得嘅，而家啲人係喂嗱，調翻轉，我哋都有少少真，唔好話少少啦。我哋自己本身都係做 media 出身啦，我自己都係，同埋 marketing 啊，其他嘅嘢係俾人取笑好唔好？唔好，睇下出發嘅動機係乜嘢。嗯。因為本身是當真，佢出嚟嘅片嘅質素都係受眾即係新一輩嘅歡迎嘅，呢個第一。第二，如果你套翻以前最惡嘅係咩咧？《歡樂今宵》，羅一凡最中意扮呢、這個扮嗰、那個啦，扮羅人張樂榮係嘛？喂，佢扮咗仲紅咗喎，達成一塊。因為你扮即係另外一種手法嘅宣傳啫嘛。嗯、喂，譬如你做一樣嘢，譬如假設啊，好好笑喎，是當真做咗出嚟，人哋都話。唉，你真係唔知啦，靜，佢係抄下邊個㗎？咁你就好自然，真係一定會。如果你中意佢呢個惡搞，自然會睇翻個原片咁。嗯，其實無形中都係一個宣傳嚟啫嘛。嗯，你何需要太認真咧？其實我覺得話嗰啲即係心胸咁啊，但係佢覺得喂咁啊，你取笑我偶像，咁我要發聲㗎啦，為偶像抱不平㗎啦。唔係，最主要係當事人或者個機構或者經理係冇出過聲護航。咪你企出嚟，成件事就唔合理嘅咯。唔係你企出嚟，你話誒、哎，其實你哋都係玩我啊，覺得 OK 嘅，咁咪冇事咯。喂，到而家唔出聲，即係小氣。
即當然啦，譬如阿 Anson 都回應咗，都冇乜嘢啊。咁啊，即係適當真喺佢嘅即係咁啊，謝票上到 live 咁啊，都其實 Soho 啊，又話收到即係交代曬，大家可以睇。咁我覺得啊，你有權係為你偶像去出即係出聲嘅。不過點解今次你吸收少少少經驗就係點解咁多網民會對你反應咁大咯？你首先你香港係咩氣候好高壓㗎啦？呢樣唔俾講，嗰樣唔俾講。好啦，我諗多少少惡搞你又唔俾。係。跟住你譬如你消委會，我話講農夫山泉嘅道歉。咁啊，之前你啲藝人啊，你試下講咩香港加油啊，李達張學友係嘛？你再睇咩 Steffi 啊？你睇之前周柏豪叫人去即係選舉去投票，話你搞港獨，唔知點點點。咁又有啲公司啊，或者自己又要出嚟去道歉。即係啲人已經依家已經係好怕呢一隻嘅叫做情緒勒索佢之後，甚至啊咁啊，你即係咁樣去，即係一定要即係下下一定要去到佢咁盡。你可以反映，但你表達的時候點樣同一時間不會令到人咁反感？喂，有一樣嘢係咪咁樣啫？原來我不夠紅係可以俾人玩的，你紅啲係唔玩得嘅。係啊，調翻轉你自己，你睇下 YouTube 入邊咧，佢講得好啱嘅，有很多個都係惡搞啦。唔係惡搞咗嘅歌，咪點解會惡搞先？你首歌唔紅都唔惡搞你啦，啊！就算黎明今次都俾人拍翻啲片，黎明俾人講足好多年啦。黎明都會攞啲嘢嚟即係自嘲啊，即係 fans 都不會話有好大的反應，甚至郭富城呢排都被人笑啦。係啊係啊，係嘛咁啊，即係咁啊，你都可以見得，譬如你張學友都有啊，張家輝扮佢咁啊，其實咁啊，古天樂、黃宗澤啲唔好講添，咁俾人即係少咗好多年，甚至佢哋都會即係自己玩埋一份。你見人做嗰條片《Lollipop》啊，咁啊都有俾人即係咁啊，佢三分鏈嘅舞都話叫惡搞啦，即係佢一樣都係會即係大家一齊玩埋一份，就係、是、即係有時嗱，可能你呢啲咁嘅説話好多時候。就變成你偶像他埋單了，即如果你為你偶像好的時候，是不是怎樣表達的時候你都想一想呢，即可以反映到你的意見，也不會令到人太反感的、這個是學問來的，這個是學問來的。第二就是可以將一些東西拉後一點看，再加上整個社會氛圍，因為真的太繃緊、你再是用即這種一定是 cancel 笑下都不行的文化，還是怎樣很多元化，有些人喜歡他跳舞，有些人不喜歡，你沒得即你即強迫不到啊，你只能夠係繼續係支持你的偶像，係、嘛？再支持佢多啲。當然啦，我亦都唔係咁中意啲雙重標準嘅。前兩日即係講 Tommy 啲文案，你就串完郭富城。係。當然郭富城佢哋都冇嘢喎，冇話佢有嘢或者 fans 佢嘢，即係串個頭咁啊！甚至喂，咁郭富城佢跳舞唔勤力咩？係嘛？你咩仲要頭兩句攞埋佢娶大陸老婆？雖然我都只能笑佢郭富城。郭富城啦嚇，咁啊郭富城，郭富城個名個讀音差唔多啦，咁啊但係又攞埋小美佢嚟講，就轉兩日。嗱當然你可以幫阿 Anson Lau 説項冇問題嘅，即係你見雙台壓領都係，咁咧雙台壓領冇俾人話，咁啊你阮文安會俾人話你雙重標準咧，有時都要諗下。咁啊你今日咁啊會幫呢即係 Anson Lau 去平反時候，你都諗下你前兩日去笑啊郭富城，咁啊如果根據翻你標準又啱唔啱先，係咪？即希望都會借一啲嘢，咁啊即一齊去即反思咯，同埋就係、是。有些人會話啦，咁啊事當真，應唔應該咁啊即係道歉，或者即係咁啊收翻條片？嗱，你問我咧，即係因為你都有做媒體啊，其實真係兩難局面啊。你咁啊即係想件事唔想繼續發酵，咪講，或者想安撫翻咁啊一邊嘅即係不滿嘅聲音，你係會可能會即係咁啊，係落架啊道歉啊。咁當然亦都有風險。有些原本撐你在這件事就未必滿意的做法，你很難就撇掉所有人，但我覺得希望譬如向前望，第一如果你真的是他們粉絲沒必要就再爭了，第二就是可能就找 Anson Lau 一起上來合集，是不是整個是對兩邊形象都會好翻的。其實呢如果 Anson Lau 站出來是我覺得挺有趣的、OK，你仲贏多一次，人哋仲話你大方，係係啊係啊，你識用 media 呢樣嘢，佢係有好多變化。我哋其實永遠一個大原則就係話，殘疾、宗教、人身攻擊呢啲唔好攞嚟取笑之外，你只要唔過呢一堆嘢啦，其實你根本乜嘢都可以攞嚟去玩。即係當然啦，嗰條片都話有霍金，唔係如果但係我見佢哋即係主要都係講翻 Anson Lau 啊，咁啊你可以即係執住其他即係識呢啲點嘅。是但是有時作為 fans， 譬如都可以寬容一些，就算寬容不到不要緊，是表達時候不要令到人即太反感，你看到今次是反效果了。
咁你咪係反效果噶，係從呢啲事去即係。嗱，你講完之後，好坦白講，有一班撐市當真嘅人，最低限度我會討厭你引申到個鼻嗰啲 fans。係，甚至我要因為咁嚟訂市當真。唔係，同埋你要完咗件事解鈴還須係鈴人，就係由當事人企翻出嚟，其實我覺得 OK 啊，冇啊，成件佢唔願意啫嘛。咁啊，譬如依家都見到嘛，佢即係都有出嚟誒，即係佢受訪問咧。既然係咁，我認為即係件事啊，咁啊都即係等佢咪即係佢完結咗咯。咁啊，日後兩邊咁啊，即係點樣誒，即係發展啊，會唔會佢哋又會即係一齊咁啊合作下，咪睇佢睇到人。講真啦，香港有幾多媒體啊？仲咪就係係嘛？你要玩到咁樣嘅，咁你點樣玩啫？呢個唔係好多個喺肯同你玩已經偷笑啦。哦，咁啊係真心㗎。係啊。我唔好講遠啦，我講音樂節目。嗯，我就係話，即係我哋本身個台嗰個老豆，佢就一樣嘢堅持話，無論咩情況之下，嗯、音樂節目唔 cut 得。嗯，啊，我仲我即係我個人細膩啊，點解唔 cut 得嘅咁樣？嗯，原來發現終於知道，原來有好多 artist 想去宣傳嗰陣，原來係冇。嗯，係冇途徑宣傳啊！即係你唔好講一啲新手咩新人 ，OK？ 你睇經邊度出嚟啦？嗯，中年人好聲音一定歸無線，嗯，啱唔啱先？咁啊，如果你係經 View TV 嘅 View TV 嘅台催你咯，嗯，咁你剩翻傳統電台啦，嗯，新城、港台、商台唔使講啦，又係湊嗰班齊後生仔噶，嗯，咁你再剩翻兩個電台啦。我想問，仲有咩媒體去宣傳音樂節目？嗯，原來係冇噶。當我試過而近期接過幾個新嘅歌手過嚟，喂，俾佢做訪問嗰陣，原來發現，係佢哋好開心啊！其中一個原因就話，我哋而家想宣傳都唔知點宣傳。你話，喂，佢可以自己做呢、這個直播噶嘛？喂，大佬，佢都未俾人認識，你做直播點會有好多人睇咩？係咪先？佢一定要靠媒體去推動噶嘛？嗯、無論好又好，唔好又好，唔緊要嘅。你覺得佢過分嘅，你預先話俾佢聽嘛？你有咁大個人。嗯，喂，我陣間會取笑你喎，鄭偉，可唔可以啊？喂，拍一段片，你覺得啊都好喎，幾有機密，咁咪去咯，就咁簡單啫嘛。喂，如果你下咁樣規範嘅，冇得玩，嗯，真係冇得玩，自己玩死自己。唉，真係。好啦，咁啊，即係今日就多謝阿江少先啦。咁啊，嚟緊都會有啲嘉賓訪問嘅環節啊嘛，即係我都話係活字典啊，香港歷史活字典。OK， 大家真係要留意啦，我都會聽。